心有一点灵性，咱是单纯啊，这个无信，只有咱心头无啦，向着这个天，咱原来无，这拢是相通，咱照这个心啊出现，是咱今嘛一专注啦，脑神扑咱原来迄阵心啦。是以清净这点灵气，世间呐、啊、要将着无的原能力啦、原动力啦，来甲讲，伫咱即马咧通这个时阵啦，这是歹讲啊，因为本来就无啊，是用着上界清净的境，今日有感觉嘛，这个觉性。这个角魂是咱清净这个天性啦，用着咱的真体，咱才会当讲出家嘛。这个家是代表真心性，真珍贵、真宝贵，是元天这个灵气，是来讲着顺家本性啦。你搁较水诶，搁较珍贵诶，搁较宝贝，拢有对定嘛。但是咱今日要找诶，就是家己心会知影诶，这是水诶，这是好诶一面啦。咱就知影讲，人若起恶起来有无？伊所有诶动作形容，拢是无好看诶，讲出来话有无？拢会伤家己，甲伤对方诶。真理是天性，爱咱转来啊，是显明，只有明体，只有你诶说明，安尼咱才会了解明白啦。是元天诶灵气，是咱讲着顺家定性，无形。这个灵性，爱咱来讲着顺加显灵啊，是咱一点清家己的心。我再来讲安定啊，咱的本性是原来这个灵气，是咱来讲出家这条心，灵源是灵性，爱咱转到。是天命，予我有真稳这条灵气。因为我要讲的是心放开，咱平常时啊，这个意识我完全拢甲放开，听到咱今嘛这个无的，伊自然产生的这个信息啦。啊，这就是咱的原料啊，原料。伊就是单单一个原料尔尔，今日的主菜爱搁掺一寡副菜，掺一寡即配料有无？安尼再成一盘菜嘛。所以今日我讲的是阿婆啊，这个缘能，咱拢是对这个道、这个能、这个神有无出来咧讲的话啦，是我要讲直通直接啦。啊，无爱阁过站安尼啦。灵源是天意，道灵是顺地，应咱有法这点心啊。这是我个人的接受度。嘛，我即马会当讲无形这个能量、能力、能够、能光，有啊种。讲出着现主席的来料来源啊！啊，我尽量讲予顺啊，因为这拢是阿婆啊的力啊。但是我要讲顺是啥？靠着我这个身躯，靠着我这个声音，靠着我内腹这个精气，靠着我今晚要出去这个气势啊，就是、嘴子甲咱的嘴有无？你爱顺。
咱只要要讲话啦，你喙齿若无照呢，啊，你就塌咧啊，就阻挡就对啦。你喙闭无开，啊，你这声音要拗过有无？重要的时阵你拗袂顺啦，是咱以前前这个灵气，这个声音，甲这个姿势，唔是我结的啦。因为这是气在转嘛，啊，这个天地本来就在转呐，啊，咱人有无形中就在转呐，你一分一分的过，一分一分的老化，啊，这就是咱现主持的道理呀。时间若过，你要搁找，哪有可能倒转来？是灵魂，这个灵气，爱咱转着清净的心嘛。我爱是当今当下，当然之下就对啦。啊，这则是我今麦接受到啊。再过是我今麦讲，这世人我训练有过来啊。啊，这就是体会啊，这就是领悟啊。是咱这条灵天的气啦。咱来行的是正常的心。我会当做的，我会当讲的，拢是天赋我的，地嘛会当做我的，因为我这世人要用着上平静的心，上平常的话，在咱即卖咧讲的道当中啦，是这个课足重要的啦。我才会当讲，到时间我困一两点钟，啊，是人来坐。我无休困，我嘛是要甲这个课完成啦。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，因为咱讲的是灵魂呐、啊。灵魂是一点啊灵性尔尔嘛。咱的祖先肉体了，这条灵魂有无？伊要听经嘛，伊要知影讲这个灵魂如来如去嘛。人离袂开着安尼心态啦，但灵嘛是相共啊，无生有，有生无啊，无另外一个意就对啦。是咱这条正法心，是咱来讲顺家先的正啦。这是咱会个正清楚，今日无爱茫茫渺渺。不爱糊里糊涂，阁继续伫咱即嘛，这个社会嘛，这个空间嘛，因为要脱离嘛。你若看即嘛，你若讲着修正，啊，你若讲即嘛要讲，要来征召，咱大家男女拢爱去做兵，啊，你看，安尼敢有心，咱较早的心情许，尤其是女将啦。啊！你要去义务哦，做一年两年有无？啊，青春期，女将的青春期无外久呢，七七四十九，四十九年有无？都老化呢，人就是安尼嘛，啊为着啥？寸土不让嘛，为着这个国土嘛，啊有国土。咱人人在活伫遮，你走我都好食好困啊，是原天的本性嘛。咱要离开着这个福战嘛，世间人就是争来争去啊，安尼讲来讲去啊，拢讲是家己好的嘛。所以讲，咱要出世间，要倒转来迄个无战争的所在嘛。啊，这就要看个人的因缘了嘛。啊，你若要安尼舞弄，要安尼立来立去，啊，这就是你过去世、甲这世有无所造成的嘛，这个果嘛。上苍的灵性，爱咱转来显明嘛。佛的甲如的拢讲是因果啦。
啊，咱讲的是讲罪过啦，你犯罪，你过失啦，啊，是真理的灵性，再当讲通咱的心情啦，心是伫内底，表情是伫外口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性，咱再来讲道化现证。真觉本意是天性，原来顺家是天命，这是咱顺着清净的心，灵源是现世境，爱咱转是上天性，灵魂脑正灵气，爱咱来传着清天，受真稳。这点灵性是咱来讲着顺家定神，灵源的灵气是咱以清净顺利，这是咱看见这条灵源，无爱咱顺家现世境，这是修通的灵气啦。我再来讲，显明咱的心定，有咱照，今日个照就是抽象啊，抽象就是假设嘛。因咱今有这个肉体啊，当然是用抽象化呀，是安尼来讲有无？咱照有诶嘛，啊有诶再会当，互你看，互你听到啊。咱这个肉体。肉眼你才会看到，肉耳你才会当听到。咱即马即个肉球的心，你才有这个意啊。上苍的灵性，爱咱来讲顺家显明嘛。咱即马是有甲静，动甲静，有就是动，无就是静。因为我一方面接着静的，啊来讲出着动化的。安尼才应听嘛，所以我即卖咧讲，一方面我的脑神爱接着头壳顶虚空这电波，一方面我爱照着无的来源，讲出着有的这个情状嘛。所以讲，我要尽量讲个好，因为我讲二十几年，我的神甲心，那咧讲道的时阵，我拢集中伫遮。我不要有这个心神走起啦，但是有的心神受不了就怎尴尬，三分五分了无，那个神就走啊。安怎讲？神是靠气捏掉的嘛。你要尴尬的时阵了无？等个气一直收缩，一直集中的时阵了无？你看母鸡就好啊。要请神了无？伊个所有的心甲所有的。这个体我会放松，啊，这个神再来呼吸有无？啊，但是神呼吸有无？是刹那间尔。你这个身躯若无清气，你心头若无明，神来有无？就几秒钟啊，就走啊啦。所以讲过去有人做记的时阵，讲啊神来有无？就三四十分、三四十秒尔尔。咱过去当。那个天段，当时的天段分林啊，管手球啊有无？杨我头啊，杨正雄啊，伊讲啊管手球啊有无？伊问迄个机身啦，两个手球啊，伊讲阿婆你有来无？伊讲一管二三十年啊有无？就真人路落来，上届久的四十秒啦，所以讲，咱就知影讲。这个神啊，的奥妙啦！啊，你要哪重神？神本来就无代志啊，是咱人的代志哩。上苍这点灵气，爱咱行的，顺着这条线啊，是咱看见无形这个灵性。伊要咱讲通咱的脑神啦，今仔是咱家己的神，对不对？咱的自性神啊，
咱属主的这尊神啦。但是外口这灵气的神，伊是要甲咱带路，搁甲咱保护嘛，唔则讲做护驾。但是这对天理，咱过去黄木泉神啊，若要兴，咱人爱敬敬啦。啊，我嘛是甲朱心江诶，无三拿，迄、那个培根讲啊。啊，恁有当时开一间江，啊，主持都三心两意，啊，今日是一个突出诶。啊，恁毋着讲甲神公讲诶，悄悄咧，要安怎做？啊，无你心都有鬼，啊，神要安怎甲你心有鬼来难做伙啊？真理是灵气，现咱瞬间则是天性嘛。是咱只嘛要行同款的路，同条心，无另外则这么关心嘛，这么积极啊。今日修行啊，消极个话要等神呐、啊，甲你帮忙呐、啊，啊，什么有无？不注意，要做神来甲你瞧。神敢这么用，所以讲咱人就是这种硬等，你知无？这种塞性地啦，啊神专门咧叠你塞性地，是咱要来讲到灵元灵气啦，修消极的唔通啦，就你讲倒咧用拖的，家己唔叮当，啊，这哪有成样？无成一个款嘛？是咱这条青天的本性嘛？恢复稳定这个心，尤其是咧讲，咱现主是人的心上歹讲啊。因为这每一个人听到就知影讲，啊，你是人意的晓？我若人意的，我袂去讲这真普通的啦，真粗俗的啦。就是母娘，伊要开化，互咱有读册无读册，互你行久行无久的，你一个听，你就爱知影改善啦。我平常时叫我讲这個，你都提一千万，我嘛唔敢讲这啦，我嘛不爱讲啦。啊，你就知影我是咧做啥工课啊？是要让大家好，搁再好啦。啊，你卖贪卖变卦啦。啊，甲别人拢无共哦，你要行特殊这条路啦。真理是天灵气，显露是顺天神。我常咧讲啊，你若看到这个大有哦，佮无影无食，无我这个人体啦，迄、那个形影有哦，佮讲点话真好，啊，这唔知咧讲啥，啊，过来就讲有缘啦。啊，咱即卖讲大家斗阵，你若有心，就会找到这条明路啦。因为我这嘛无版本的啊，啊，我只有逐工安尼来讲啊。但是逐工我是上少两点钟的，啊，这干呐放一点钟尔，啊，你就接受袂落啊，啊，你咪来讲羞耻。所以讲时间有够甲无够，就是这啦。你有心无心，就是伫遮啊，观点啊。所以讲修道一定要精啊，一定要固定啊，你才会当了解到道中的一切，是咱灵元这个灵气转到清净啊，这条神啊，要正当的结合。世间你甲看啦，精的一方面啦，动的一方面啦。当的嫌精的，啊，你就无元气；啊，精的喔，嫌当的扑扑跳，是咱家己做好啦。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啊啦。啊，这个天地若无天精，地动有喔，啊，哪会配合咱现主是在万事物啦，万形象啦，都万意味啦。所有的真多，这个有形体哦，就万有的啦。
慢就足多个啊！啊，有就是啥？你看有诶物件啦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。但今日我是咧讲无诶福果，啊，我再甲翻译出来，啊，再甲释放出来，解说嘛，释就是解说，啊，甲放出来嘛。啊，这是真困难嘛，尤其我要谈白话喔。啊，我只有顺这个意来讲嘛，啊，你我都无做啊，因为这个来源，我心无甲控制，我无用到我本人这个意识的心境啦。真理是天性，啊，咱转来是显明嘛，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。要来讲顺家这条心，这是咱通灵，这个灵感嘛，啊嘛是咱来转呐，这样啊清嘛，清就是净化嘛。你无清，你就无法度感化、变化、入神嘛。啊，神都是清的啊，今咱人爱做神啊。神爱做仙呐、啊，仙爱升班呐、啊，做祖啊。所以讲有三清道祖，有咱起码在讲诶，咱这神仙，咱这神祖啊，来个上官级就对啦，上优良品啦、啊，是灵魂这个灵气，咱来顺家显一下。今日这文字中，就是要咱知影这个界定。今日讲话嘛是文字呀、啊，啊嘛是有形的呀、啊。你有声音就是有形的啦。唔知你讲，你如果那有声音、有言语、有比来比去的，你袂当见我如来啊啦。如来袂当讲有错。买单讲咱上清气这粒心啦、啊，本性嘛，啊，咱就如来如去呀、啊，要倒转来如来啊，咱本来迄粒上清气的心态啦，唔再讲我做妖敌，妖敌就是清清气气，无垃圾的，迄、那个心心肝窟啦，是灵源，一点灵气，是咱来讲出家。这条心，你心无清，你咪来讲心，这个内底这个妖敌呢？这本真经呢？啊，你咪来解释外口啊，妖敌外口啊，这形形色色的呢，五花十色的呢，金光闪闪的，啊，甲这个光显未出来，啊，你就无多形容一大堆啊，你若难做，我就一团糟啊。是咱这点灵气的本性，世间修行就是一团糟嘛，你分不清楚嘛，你无这个来料，你无这个来源嘛，你莫出彩。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着清净的心，真理是应无异，悟出这点灵性。这是咱转来清天的心，我再来讲顺家有母娘的心，是咱有真稳这条灵气，是咱来讲顺家应天灵魂伊的灵性，咱只有来讲回母神，是咱这点清净的天性，啊，不好来讲顺家显明。这是咱顺家有稳这条灵气，咱再来行转来这条顺利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性。我再来讲对先，有咱无啊这条灵魂，这是咱通灵的天元嘛，啊无啊爱咱定家己的心神呐、啊。今日要强调咱即马即个状态。无个生物，和大家来分享嘛。
分享是啥？你再讲我听。你有好康的报我，来摕到这个好康的啦，就是福报啦。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性，咱来讲顺噶这条神，今日我个人啦，我要接到这个无，这个恩能的力量啊，咱讲做能源能量嘛。啊，这个量就是多甲少啊。今日修持，咱重质不爱重量嘛。你足侪人修持，但是都真侪人，真少人行到到位嘛。啊，真侪人放掉嘛。今日咱就是咧讲这个量啊，啊量是伫倒，个人的心头啊，个人的心念啊，是咱一点灵气的天性嘛。今日我会当有无啊，这个力量的能量啦、啊，能量就是咱即个源头，咱接收到咱起码这个感应啦、啊。啊，你爱合作伙啊！我做应合啊，应合就应听啊，应听就啥核心啊，核心就啥大家斗阵啊，成一家啦。今日咱讲十件的，伊甲因查某囝，甲因阿爸，是毋是共心？早我都成一个家，但是这个家是照着天理，照着真理，安尼咱共同活的嘛，无分心的嘛。安尼就是道啊，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。咱再来讲顺噶应天性嘛。啊，你伫遐搅来搅去，搬来搬去有无？心无清嘛，啊无清你就来训练啊，啊你就对第一来开始呀、啊，哦，来办一个切草咧，啊来做一个戏咧，啊咱今嘛来讲讲办书一个有无？和你这个感觉性较强嘛，啊你再等找出你的原因嘛，你的真心谱嘛，啊拢是办事拢是假心嘛，要你训练的过程嘛，本来就无形啊，啊你有形的，你劲无够，你咪办个无形的，这就是错综复杂啦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，今日以我个人呐、啊。我上爱是呾，这个心的清净。啊，真侪人讲要静修嘛，不爱染红尘啦，不爱染尘埃就对了，不爱打垃圾啦。是咱这点灵源的灵气嘛，转到这么稳的天性啊，灵魂伊的本性，是咱转来现世神嘛，啊神就是精神嘛。你所讲的神的对面就鬼嘛，你今仔心情歹，啊，就鬼迄个模样出来嘛，歹看嘛，嘿，所讲的无听的话嘛，有当时你去人家有无？翁仔某若冤家，啊是伊的情绪歹的时阵有无？你若忍袂住，你搁知影讲伊小可咧生气哦，那若忍袂住无，你坐都叫吼出来啊，是咱一点灵发性。要找出到咱世间这个天地的造化，啊，咱人就看这个天地的造化。天有当时啊晴空有无？有当时啊乌准雨啊，有当时啊乌云，有当时啊落雨啊，有当时啊云足乌嘞，滴滴滴，就是会落大雨哦，一偏偏无落大雨啊。啊，这就是我拄啊讲的迄个内涵呐、啊，内容啊，是咱一条。清个源头，咱造这个无性，无也毋是一尊神呐、啊。啊，世间修行就讲，哎，话恁这无啊，那这少年，啊，有那这么老，迄是一种形象。无也是无形，伊是咱原来这个可主能啊。你要来家用一个形象，无也先做安尼。无啊！你要讲较简单、较抽象，我就讲一个气尔尔啦。你神落来附体是毋是一个气？所以讲爱人气，爱好脾气，啊脾气就中土啊。
就是咱今麦咧讲脾呀，脾，你食落来消化，人健康啊，你就袂塞车啊，你就无毛病啊，无鬼啊，无所谓垃圾啊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，拢是顺家这条心，十件今麦拢伫三义山顶，在山顶，你若所有莫有垃圾，逐工甲清洗甲扫，这环境是毋是足优美的？你拢无爱插袂顶到火车车，爱环环境无，人也气有无？看到都烂落啊！要搁甲你讲生理，要搁甲你讲买卖，是用安尼讲比较较紧啦。修行嘛同款啦，你心拢无洗，啊，真有够，真新鲜呢！啊，你搁甲讲拢遐，啊是啥物甲你做伙？表示你咱是骨啦。消极就对了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嘛。世间要讲的就是安尼白炭的啦，我无暗砍的啦。本来神就是爱讲正确的啊，真精准的啊。现主是人的生活中啊，现主是人咧过今啊这个生活就是环境啊，这个、问题嘛，是原来这点灵气，是咱来讲出到。灵魂也灵性啊！啊，有诶，黄教老师有无？好，咱高高在上，伊都歹阁逐工阁进步嘛。啊，这是毋对诶啊！老师是别人甲你叫诶，但是咱永远是母娘诶囝，永远是学生啊！所以讲，人叫我老狗嘛，共款叫我狗哥嘛，共叫我阿娘嘛，共款叫我老师嘛，共款。那是一个称呼嘛，那是一个有形的嘛。啊，有形是啥？人人拢嘛是有形的，有修持无修持，拢嘛是有形迄个形象。迄、那个叫的名称尔尔，那有啥物快乐？是恁即马接受着这个，这是心上清气的。你会讲道理，啊，这则是恁小小的成就，小小的快乐感嘛。咱来做的嘛。啊、这哪有什么好宝贵？这哪有什么价值性？人总是爱抄啦，车嘛爱抄啦，厝嘛爱抄啦。厝若无人住，无人扫有无？容易臭埔，容易生菇，容易牵蜘蛛丝，容易这狗血蠓虫归个呀！你认为哪有什么好讲足新鲜感的？迄空气都歹到安尼啊！啊！今日心这个空气就放空啊，要有这个气流转啊、流通啊。啊！你逐工唔免讲课嘛？你逐工唔免听课嘛？你逐工唔免训练？你所有逐工食遐纯电、遐浊气嘛？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啦。今日讲较白啦，啊！希望咱会当讲用咱即马现主持个人的心的意思去体会。正法应来现世明，转咱一点去通灵啊！是咱回到清净的法界，因为今日咱咧讲的这条灵，就是道内底，道西德。今日咱这个德就是神，啊，咱灵阿莫就是要做神，所以咱是众神之神，因为你有经过训练呢。你是伫这个神当中脱颖而出的，你一定比别人搁较清醒，莫搁讲大智慧啦。是用安尼讲，啊，你再讲会出咱咧讲的这个电波，你的能波啊再顺，你的关关格格再当照着咱即马这个心电图，安尼来送出来嘛。啊，咱人若讲偏颇有无？啊，你这心若惊白白有无？袂活啦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咱爱顺甲这么清的神，是咱有这点灵源的灵性，来讲到这么啊清净，这是咱看现咱的灵源，有咱一条正天的心，我再来讲出家现的病。真理是灵天来，
回咱出家实在啊，这是咱传着清净的天缘，我爱咱这尼啊顺意，是咱照着通灵这条灵性，要来讲着回报这尊神，这是咱清净的天，再来讲顺家这尼种的心，有咱这条灵缘的灵气，咱再来行头先天的顺定。这是咱原来的灵性，嘛是你来讲出家显明，我也是行这条元气。无啊，伊拢讲整体性的呢。其他伫遐转弯世界的啦，啊伫遐过站的啦，哦，啊伫遐佫转，咱即马咧讲啊，佫转一站有无？无啊，袂安尼。伊咧无啊，伊要互恁回复原来嘛。啊！你搁伫遐转来转去有无？搬来搬去有无？加费气个啦！啊，表示倒流，互你伫遐算个尔，是咱一条青天的本性。母牛来讲，则是度咱的心。但母牛毋是讲啊，你拢行空的这个法门哦。你嘛爱行有诶这个法门，你才会当应听哦。一配合就对了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，今人咧办法会，咱如果有闲，别人有甲咱邀请，啊，咱嘛会当去参加，意思就对了。啊，恁大家讲哦，我即马拢行到这个空的，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心头啊，啊，我袂阁去染外口。我常咧讲，心呐撑出去，工过做了。你心就要救回来，啊！你唔当讲撑出去，啊！心拢伫外口，啊！这就无符合逻辑啦。哦，你也看有诶，好无？拢伫外口遐咧浸有无？啊！你就要有真正领着迄个空气啦。啊！若无有无，你伫遐背叛有无？啊！伫遐度死度活有无？你真正青春，你真正要收持迄个内在啊！你会去伫咧外口迄个心有无？啊，去有这些动作，啊，去有这些真侪讲，哎呦，啊，人有做发挥，有赚钱的，啊，有真侪了钱的，有无？你去夹伫遐啦，做发挥有诶，都要做啥？做名声呀，啊，有要做赚钱的啊，啊，有诶要接讲伊的灵比较进步较紧啦。嘿，难怪我是不爱啦，渐渐啊修，一点一线，啊，甲这个。咱个落空慢慢啊补好病，啊，若有重要，咱当然是爱出来应听嘛，神爱留言嘛，神爱咱人甲装甲光嘛。显露是灵天的真啊，咱再来讲顺家这样的神啊，今天讲只有顺家的神，啊，神啊，正正统统的啊，咱唔免烦恼的啊。因为神甲咱采，总是有伊个电嘛，就是有伊个来料来源。现在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讲顺家有母娘的心，灵源是天灵气，看现是顺天神，咱爱是顺家的灵性啊，是咱这条清甲源头。我就讲，一世人心拢清清啦。啊，心清清就是咱人相爱啊。家中健康、幸福、平安，啊，这就是咱即马心清啦。啊，你心若无清无，烦恼障碍就来啊。爱，互你这心嘛，劳碌哦，辛劳哦，翻来翻去，困未去哦。啊，心伫倒。他卡迄中心点嘛，咱人呢困未起，搁烦恼，你看这个他卡是不是涩涩叫？啊，这个大障碍啊，是一条清净的天界嘛。咱再来讲顺母，这个主宰嘛，今日十件听听呢，爱练体，你当然是爱为脚扭迄个力来甲你的肚脐嘛。
多台长，你这里心肝苦来这流嘛？啊流，你要出声要啊的时阵有无？爱经过脑肚啊嘛，就咱嘴舌头嘛。啊，你出来这个气，这个声有无？啊，你是清脆的，啊是弱的有无？你家己的感觉嘛？因发出到你现主是这个身躯肉体啊。啊，你就逐工爱去甲细分啊。我要安怎练？这个声音再清脆，无杂声。啊，这就是爱看你平常时的注意啊。啊，你伟哥一听到都遐尼久啊，但是伊就是还佫无法度去甲流，互伊清出来啊。啊，咱双妹伊就较巧，但是伊就平淡。啊，这就无法度去讲安怎啦。因为我是会当讲，啊，这个爱加强的方面有无？啊，恁个人爱去注意。啊！你这世人才行会出来，你这种心啊，要倒转来结合着咱老母这个心，安尼而已尔尔啦。我的意思是母啊交代我的，啊，我从着这个话，从着母娘的门道，就是讲这个功夫啦，啊，甲你讲破，啊，互你行会顺时安尼啦，啊，你唔再当到达咱的目的地，啊，目的地是要做啥？离开就生死啊，倒转来咱的如来啊，迄、那个如如不动的本性嘛，如如不动，你就袂阁伫生死因果轮回遮啊，迄就无咱的分啊，死就无咱的分啊，咱要得永生啊，一条灵魂啊，啊话讲啊，你这身躯要得永生，今日是灵修呢，我是咧讲看无这条灵性呢，你唔通搞错啊！所以讲有真侪无修持的无，伊会甲你问即句话，啊你要怎应？即马我就是咧讲问题，啊无娘甲咱解答，啊这就是修行啊，这就是咱进修啊。你要行进前来修，咱唔知影，迄就是甲补嘛。天地原来灵气，今日修行拢是公平，有来做伙。拢是缘，当然缘要有心嘛。啊，咱大家唔才做伙行到头，无心有无？啊，大家缘就较薄啊，走就好啊。只要家己的功夫，只要你家己肯打拼，你唔免怨别人啦。啊，别人若要做功德的，要随喜的，当然会使的啊。伊要做一寡福报啊，伊来生要有较好过啊。当然咱是会当的，因为咱这是公办的嘛。咱是个人咧趁钱个啊，我嘛是同款，逐工拢是甲遮个师兄师妹同款牺牲啊。平时我阁牺牲较大咧啊，唔则讲有话讲惊我骗，我是骗你要做啥？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法性，咱再来讲顺加显一清。道中啊，咱人修行心啊，足济无同个。但是我行，我拜老师就是老师，但是伊的作风甲我行的无同啊。但是一天咱来拜老师，就是永远的老师啊。但是老师有好老师，有无好的老师，有浅白的老师，有真深、就真深度的老师。所以讲我了解这嘛，今仔我唔知要讲，啊我就是家己要徛伫遮。讲甲我未讲，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性嘛。反倒转嘛，学生有好的学生，有紧张的学生，有嫉妒的学生，有搞计较的学生，有无看破的学生，重家己，这是你的学生嘛。你若了解这个，你任何才做会出来啦。啊，无你定咧讲三宅。人你都无法度甲人斗阵，还要讲甲三才、人才，你都无法度啦。是咱一点正法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加罗心。真理是天应性，爱咱转来显一种，是咱主要一工开。这是咱传法这条灵性，但现就是修持。拢是浅白的嘛，
伊爱听我今麦咧讲，现主是这个，即个所有的公婆嘛，安尼讲，这是初步的嘛。安尼伊咧听比较较清楚，啊心嘛比较较安慰嘛。但是你叫我讲这個，今麦所有的官道都拢咧讲这个呢，啊有人讲就好啊。当然我爱讲较虚空界啊，哦，啊这都是我真正要突破嘛。现主是我这个心感嘛。啊嘛无另外慈悲啦，啊嘛是咱开开圣王啊，甲我呢牵绳啦。真理是天性，爱人来讲出家显明嘛。世间拢是缘分，今仔个缘分，啊咱再做事一下，会按这尊神伫遮定定啦，哦伫遮定修啦。啊伊无去嫌我，啊过去是龙囝。啊，慢慢甲我培养，啊，互我起码变乖囝啦，哦，会当安尼讲啊。但是可能做无够啦，啊，但这个课我就是爱讲好歹，啊，就爱定位啊。是咱这条正确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定心。我伫遮徛咧，我唔捌领袖，唔捌无礼貌，所以讲伊是庄严的，吼、哦。伊是威风的，伊是威武的，有威行的。啊，这才是咱讲真正咧讲道理啦。一尊神来甲你采，迄、那个戒啦。拜神，神嘛有戒呢。咱人修行，人嘛有戒呢。毋是人权啦，正比就是权啦、啊，人权啦、啊，修行就是人戒啊。你这个戒要有出来啊。生理人，你要有嘴水嘛，你讲话爱算话嘛，安尼人要跟你做生理，唔则袂惊你。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应发先天的心嘛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咱再来学着通灵顺利呀。灵源是天灵性。爱咱转来很清净，啊，是咱顺着这条灵魂。母啊，爱我会稳，咱才会当出神呐、啊。在咱今物这个身躯啊，你会当清楚，咱的脑筋呐、啊、会当顺时，啊，你这个脑神呐、啊，造一点心呐、啊，给咱修持。是靠你这粒脑海，迄个定海针啦。啊，你再怎讲，这个海水有无行到什么程度嘛？咱过去是天敌，啊，大家要去找到迄个定海针有无？啊，大家拢唔知呀。天敌只有一丛树啊，真大丛伫遐尔。啊，一丛树啊，就是咱今麦咧讲的，寒天人你若有水有无？无流出来，就是甲这个树啊上悬这所在。啊，夏天有无？冰顶不顶面涌涌有无？水就落来，啊，你爱漏水啊！哦，啊，这个水未当我超过甲，咱今嘛这个讲紧绷，啊，你就爱卖漏水啊，爱让迄个底下保持有水啊。哎、啊，就是咧分工，这个水甲倒位啊，甲咱今嘛鱼塘有迄个青蛙有无？高只水鸡有无？就讲、是。这个水沟你到倒位啊？迄、那个水啊的深度就是到这啦，迄个做定海针啦。哈，啊你看一下清楚，啊大家要去找迄个定海针啦。啊你迄、那个鱼数有无？钓迄个池，所有这么宽，四边这么宽，迄、那个山就干那迄种鱼数尔尔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即嘛真侪人伫遐咧欣赏嘛。过去迄底下拢无铺步道嘛，泥泥浪浪嘛，啊！你就当看到迄个水界、迄个树啊嘛，啊！即下步道啊，佫有小块拢佫整理过啊，当然迄观念无同嘛。啊！这就是咱知影讲，古早迄个池无人去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灵气真强嘛。啊！即嘛这么侪人，灵气当然会减少嘛，复杂去啊嘛，是咱一点。灵源的灵性嘛，
咱转着这么清的本心，真法拢是天意，道灵则是顺理呀。这则是咱度化这条灵性，这是咱转到清界天，咱才有这么顺的灵性。今仔我这个脑海拢空空，但是我讲完，就有这个信号，就有老母这个力量。所以讲，那是借力来出力。安尼我咧讲，这个多无再能力。所以讲，我若讲先天的款能力啦，我今仔来要讲咱凡世间这有形的无，我爱定丹田啦。真理是天性，爱咱见表是天命嘛。这是自然的物件嘛。本来天清，伊就这个心放会宽喔，伊的来源才会来啊。但是咱今嘛要讲后天的喔，你要撞到这个义工的孙，你要激烈啦。你就知影讲震动伫倒位嘛。这就是咱这个小小天，咱这个肉体，你就观察会出来啊。道就是伫遮啦，文字无关系啦。是咱要真正这个知影这个道内底，这个理源了了。先道是正法性，爱咱定法则是先天性啊。道唔免讲得真水，就是你爱讲会精准。现主是你这个身躯你爱分明，就是咱即马讲这个三单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你这个前后卦啦，哦前八卦甲后天八，甲咱的卡只拼迄个八卦有无？你爱当运用啦。先天就是接咱即马这个能量啊，你的定位啊；后天就是你即马咧解释啊，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气。咱再来讲顺加显的明嘛。今仔这个道就是一阴一阳，道分作一阴一阳，即为道嘛。所以讲咱是负阴破阳嘛，阳咱破咧嘛，这个根嘛。后边按一个囡仔嘛，这就是共一体嘛，是顺着这条灵气嘛。你知影这个文字，你讲的是啥？你今啊，这个事业这个开在中开，你就要缩到后边嘛，要让你解说，要让你知影这个气重甲轻嘛，要让你讲先天的法门，是要讲后天这种宽性嘛。这就是一体两面啊。今仔修就修咱这个敏感度啦，感觉有无？你会强弱啦。现咱清净的天意，顺咱道家这条心嘛。你若有听到这有无？你阿满你就谦虚嘛。若无你这气一个压起来有无？就你上大。好，阮即阵我会靠你。什么都拢讲有无？但是你爱讲道。上界清净的，上界清净想的，会救咱人的心，会导这条灵倒转来本位，这才是道法啦。你讲一寡五四三，爱着怎？治标无治本啦。今仔日，咱要用到这个标准，倒转来咱的本性，你安尼你就知影讲，这个治标是暂时的啦。显露清净的法界，咱再来讲顺界显的明。真理是咱道心，爱咱显露是灵气，转伫咱这里顺界的心。天元本意是灵性，爱咱转来是天明，咱才有这个心也自在。今日咱讲是无形界。这些灵魂，伊要学，伊要听，伊要成长，伊的层次啦，多就是安尼呢，唔是咧教咱人啦。咱人现主时都读册哩咧，你讲袂赢伊啦。但是伊的灵呢，都无学着啊，伊是十个月尔尔。恁两个识书，灵嘛是十个月啊，是咱这条。正天的灵气，咱要来讲顺界正正的心。
显露是能发生。爱人来讲出家，则是天命，灵魂的灵气，转咱顺家，则是天理呀。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性，是咱来讲顺家。今日要讲的是清咱的心。你这个阿达玛的这个头，吼、哦，你一定爱真正放得开。咱要讲就讲心的量，爱非常的宽容啦。啊，你才会当形容现主是大自然的电波啦。你心若放未开，啊，就是拢你的私欲啦。你现主是输入来有无？就讲你目睭看到输入来，你这个心意啊。你听人讲有无？啊，这个消息输入来你的心意啊。啊，这就是咱今嘛咧讲的说修天法啦。啊，我咧讲的这個，就是自然来啊，先天的本性啊，福外啊，我才敢讲先天法啦。啊，无我这么大声咧讲啥？我总是有我现主持的成品啦、啊、成本啦、啊。啊，我无这个本钱，要哪直接做生意？这种生意是多的生意呢，是合天地、合情合理的生意呢。不是咱人伫遮讲，哎，我有厘头有无？啊，你若无厘头，人艰苦有无？迄是天差地嘛，是灵源一点灵气嘛。我是要化大家，你这个心嘛爱开，你的量啊爱宽，做人嘛，人才就是人和嘛。啊，你这都甲人拢未斗阵哩。啊！你咧讲话，就真大个气压个啊！啊，别人讲的话你听袂落，我唔知讲定讲，咱咧斗阵，还是你出去咧放江？你爱听对方讲煞，啊！你要讲则讲，啊！你唔通半中途你就讲岔落啊！甲咱最近有无昨咧讲个咧就讲政见有无？啊！别人咧讲有无？啊！另外迄阵有无？就岔话落有无？啊，讲干那个是囡仔咧冤家了无？还是真正一个世界的领袖？啊，才讲个囡仔空气，办公个也空气啦。啊，多就是比个国较悬啊，比个国较庄严啊。今日我咧讲多，我就不爱用参乌白蓝啊，因为我这个心一定爱真够。你今日讲我伫这里讲，杨叔在伫遐咧，你个家己抓菜来，叫菜个叫走来走去。我嘛是一静的类啊，在乱中你会当出神，这才是真正咱静教啦。我唔则定讲，在菜市啊，你修会当出脱，迄就是真正一静功夫啦。啊，你若比伫内山静蹦蹦的喎，还是假功夫啦。是咱这点灵性的天意，咱再来顺甲正顺利啊。今天拢是怎？这个利头，这个利益，顺利，就讲我真顺来得到这个有效的、有效果的，啊，这个怎？无形的能量，无形的核能，原动力啦，伊来猜着我这个心，啊，我这个心本来就是清气如你哇，什么神伊嘛会入啊？啊，你着拢烦恼心，啊，你这个心都未开，鬼伊嘛唔敢入来啦。啊、只是你家己知影，伫遐咧拍感动尔尔，伫遐咧恁恁高尔尔，是咱以清净这点性，咱再来讲顺甲正明道理，你就是爱讲用听有啊。啊，你伫遐拍感动，啊，伫遐敢安尼乱过咧，错综复杂，爱着加讲个啊。所以咱人就是爱认真，平常时你都爱搁比别人认真多较够。我来讲。你要做人和啊，甲足侪人斗阵。你今仔要讲天才，你一定要有这个电波；今仔你要讲地才，你一定要甲这咱这无形的这祖先交流。咱所讲的是山水土啊，咱的边、咱的土地啊、山啊、水啊，迄种灵性的啊。所以讲，你若接触熟，你就知影讲五方神啦、啊。咱即个来讲，讲五行神就对啦。
啊，毋则讲有诶外赢内赢，是咱拢爱会当顺意嘛。啊，这则是咱做甲真意嘛。真意着怎？你无家己诶私心啦，你拢完全表态。咱现主持公众大家会当听，听会落诶。阿妈，你搁做会出来，行会倒转去，迄则是真意啦。啊，若讲你家己诶工作，迄著讲一摆就好啊。啊，你定点仔留迄无意思啦。人，你著定来看着，你甲指点讲啊，即台中啊，你在台中著袂变啦。今仔时空界，你会当照讲，你即个新北个时空界，你会当知影。啊，这是无尽呢。一直供应咱的，啊，当然度人度心，就是要度到这啊。啊，这才是咱真正出窍啦，出窍了怎？咱这个心，这尊神出虚空啦。啊，你唔使当倒当来虚无，啊，虚无啊，搁倒当来极无啊。真理应来，会无异，条条灵驾顺天，应咱无形真性啊。Oh, I eat it, oh, I eat it, oh.
Yeah.